哎，你是教咏春的？叶师傅，有人来找你学拳呢。你想学咏春？看看吧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咏春。那我先跟你介绍一下，其实我们咏春拳呢，是我们南方贴身短打的。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了，你跟我打一场，输了我就交学费。 咏春，叶问，怎么样？你又没赢我。 服输了吧？服什么？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现在知道了。 叶师傅，看不出来你这么厉害啊，真了不起啊！哎，年轻人，还不赶紧拜师傅啊！我看现在可以教学费了哈。哎，那小子怎么走了？叶师傅，怎么办呢？好不容易有个徒弟，眼睛一眨，没了。 就是他。这位大叔的功夫能有多厉害啊？我会骗你吗？看他的样子，打人都未必会痛的。你要不说，我还以为他是洗衣服的呢。哼，你们不是真心来学功夫的。走吧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向你挑战。不用拖了。什么不用啊？没什么。 问手。都说了不用脱衣服了。师傅，我叫黄良。 请受徒弟一拜。那就师傅，师傅，我叫徐世昌，魏国庆，王坤，请受徒弟一拜。哎，我先拜师的，要叫大师兄。
还不赶紧给师傅敬茶！不用这么麻烦了。哎呀，行着学费，行着学费啊！我们咏春拳呢，是攻守合一的，一攻一打，是以最短的时间去击倒对方的。看，这就是摊打，连削带打，日字冲拳。 明白了吗？谁是叶师傅？师傅，师傅，阿良，又是你叫来的。 你说你一个人能打得过10个人吗？最好不要打架，继续练习。要是真的有那么多人拿着武器来打你怎么办呢？